是尹荣清，想拥有自己专属的香水吗？快来日本大分香水博物馆，花费2200日元，月薪台币600元，餐加体验课程，就可自行调配出全球仅此一瓶的香水。位在日本大分县别府的大分香水博物馆，馆内展示有香水制造的天然原料，还有制作香水的蒸馏器，排列如 NUMA 竞技场的雕像基底，世界知名香水与 FIFI 赏香水等代表作，并从医学药学方面所做的研究，道出香水的广博用途与探索价值，让人从此对香水刮目相看。还有在馆内也见到台湾民间积分的白檀，这是可提炼香料的珍贵木材，朝圣香氛殿堂最高潮就在调香体验工坊，调出专属香水，游客选评预标签后，依调香师指导，从众多基调香水中选出前中后尾香水，记录自行搭配三种比例，共计20毫升，接助将它们调和成半成品后抑制指纹香，最后再加入第二次调整的另外10米 L 基调香水比例，独一无二的香水就大功告成。大分香水博物馆展示的香枕金碧辉煌，荣清社香水眼镜室中的洛可可风房间陈设于香水收藏，洋溢优雅与华丽感。荣清社大分香水博物馆馆藏丰富，此区展示有制作香水的蒸馏器，荣清社游客可以在大分香水博物馆的调香体验工坊调出专属的香水。荣清社